曾经有一个政治人物说过一句话，但是往往跟现实不一样。他曾经说过这句话，叫“有梦最美啊，希望相随”。可是我给他这个梦的话改成为“有梦最美啊，希望不随”。我今天听了你的施政报告的发现，这句话用在你身上也蛮贴切的。你的施政报告的 PPT 的第八页就讲到了一个叫做2021智慧城市的创新应用。我想说请教一下市长，智慧城市想要创新应用什么东西最重要？还是那个，其实在现阶段是基础建设的。不是啊，基础建设我告诉你，所有的市政建设，所有的智慧城市最重要的事情就叫做数字，没错吧？对。好，我们来看我们的 PPT。 很抱歉，我很想把这段话拿掉，已经用了5个会期，可是每个会期我 这两句话放在上面，根据我后面的 PPT 来讲都很贴切。我们来看第一个数据，这个是在107年我所提出来的一个质询的东西，当时是官团局送给我的一个所资，都是乱码，市长看的都很不高兴。在执行完的时候，你把这个事情列管，你当时的会议记录是这样子写的：给议员的资料应该要看清楚，这个要检讨，检讨喽。在2019年8月8号上午用 A 办理完成，解除列管。但是问题是，我现在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，请问一下，市政府所知的流程改善在哪里？我有我的看法，跟你们送来的数据，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看，第一个叫做所知啊，叫资讯错误。我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呢？我问的是台北市政府消防局104年到109年山区搜救任务的分析，按照行政区来分析哦。请你看我 mark 的地方，大安区下面的是信义区，信义区有大屯山吗？我的地理不太好哎。信义区有金山鱼路古道吗？我迷惑了呀。信义区有阳明山分队吗？我更糊涂了。这是什么个玩意儿？你刚刚讲的送给议员的资料要清楚的看，这是什么？再来，我们看下一张。财政局，这更该打屁股了。管你的钞票收入的人，请你看看，我这调的是所有闲置的房舍哦。请你看看财政局送给我的公共运输处，地址在哪里？台北市中和市中山路2段378号。台北市还有叫中和市的地方吗？哦，这个有可能，因为我们有些财政是在中和市。市长，我在中和区啊，你还中和市？而且中和市也不在台北市，中和区也不在台北市，在新北市。你如果选得上总统，你管得着？这跟你刚刚提过来的东西有什么两样的？没有一个数据是正确的。好了，这个也许你讲的是 key in 错误。我们下面看的这一张，我会发觉哦，我常常怀疑警察的智商。我们来看这个，我跟警察局调的资料，请你看看警察局通讯队。我跟他调了，说你现在的通讯队啊，所有用的无线电到底有多少台？请你看一下送来的统计数字，7台、5台、3台、2台，总数是16台。这个数字我交给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算一下，他说：“叔叔，应该是17耶。”通讯队送来这么简单的数字，小学一年级就加出来，结果送来明明是17台，报来的数字会是16台。再来，再下一张。这份资料已经改过3次，也是警察局通讯队。请问一下，他的座机跟他使用的那些移动式的那个无线电总有多少？报了3次来，127+95+38+13，他给我写的数字叫302，实际的数字是273。我想警察局可能没有计算机。但是现在所有智慧型的手机全部通通都有计算机的功能，用自己的手机加一加也不该给议员这种数字啊。你会议记录当中要求了送给议员的资料有这样子的错误，应该要检讨。我请问你，谁检讨了？你不是掉螺丝，你是螺丝掉一地啊。再来，我们再看内容乱码，这更精彩了。这是人事处送来的是所有工商价的，请市长好好看看。妇幼队送来一个队长，叫问号英，问号英，
问号音，问号音，问号音，三个乱码，这通通都是乱码。而且还有一个，妇幼人事处送来的东西，请市长看看他送来的名字当中违反了什么法律。我所有队员的名字我清清楚楚，各执法通通没有做。再来看下一张，也是乱码。工研处园艺工程队工程员叫问号年军，我不知道有人姓问，姓问可以，可是不能用这个问啊，对不对？最后一位叫答非所问，我问的是啊，劳动局，请他告诉我104年到109年，告诉哪些重大公安事务、职灾事件调查结果、后续处置。请市长看下一面，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有职灾的问题，处置在哪里？什么都没有哎，市长，你一个人，我在这个位置看了你5个会期，我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，你头发白了很多，可是你的团队完全没有进步啊，这怎么办？